今天来大山里面太热了，都冒汗了。给你们看一下老爸在哪里，我要从这里下去，老爸在那里。爸，你们看，老爸在那下面，我要从这里缩下去，继续往前走。这里有一点陡。把这个水，把这个水呢？哎，那红辣椒，我先来红辣椒水。看一下那瓶辣椒有没有熟了。那我看过就这个水。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我就是那三年了，你们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里面是这种的，好多籽籽。那籽籽干不干？你养的大多籽。这个是我们大山里的野芭蕉啊，这个熟了也很好吃。你们看里面好多籽籽。小的这个已经熟了，让老爸开吃一个。老爸给你们看一下。你看这小的没吃啊，你要大一只喽。这小的已经熟了，我也开吃一个啊。熟了。然后我平时你那边。给姐姐，最后了。你们看，一个都这么大啊！像这些拿几根就可以吃一顿了。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就拿了一点点啊，走了好久了，就拿了这么一点。继续往前走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大山里的无花果还没有熟，等熟的时候我们再来采。好多野生的无花果，好大、啊、这个。Yeah.